当大力水手，哥们玩的就是挑战人类极限。谁来上厕所？我。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，啊，多了多了，瞧不起我，激将我。哎呀，谁说不行？少熙，你看看人家根云哥，点我，激我，哥们让你见识什么叫量大少次，我现在给你来。不是，瞧不起我。搬不了，别搬了。你瞧不起我？没事儿。你就是在瞧不起我。没事儿。你瞧不起我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有用吗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做什么？我现在证明给你看，王一恒。能别这么卷吗？给我很大压力。这没有，但声儿大。我激我！算了，弟弟，别把我卷！算了。搬不了，别搬了。瞧不起谁？瞧不起我是吧？你也这么敏感啊你！再说我不行。我黑了，是不是你说我不行？啊！小心点，别摔了，看路。王总，走呗，谁不走啊？你俩跑一路，我再捡一路。没事儿，你抱不了别抱了。